9月19号，凭借《爸爸去哪儿5》获得众人喜爱的嗯哼，也是迎来了自己4岁的生日。妈妈霍思燕也是深夜上线，发了给儿子庆生的现场图。照片中，嗯哼大王坐在爸爸杜江的肩膀上，笑容甜甜，而霍思燕则依偎在老公的身边，一家三口看起来相当有爱呀。而我们嗯哼之后，也是对着大蛋糕闭眼许愿，整个人都萌萌哒。贴心的他还亲自投喂爸爸吃蛋糕呢。果然长大1岁更懂事啦。不过一玩起滑滑梯，我们嗯哼就显露出小男孩的本性啦。随后今天上午，杜江也是发了一段儿子的小视频，称4岁第一天的嗯哼已经不想要爸爸妈妈买玩具啦。今天晚上就不要给我买玩具了。明天不要给你买玩具了。对，周末也不要给我买玩具了。啊。明天周末也不要给我买玩具了。啊。天黑也不要给我买玩具了。哼，这么乖啊。对，就不要玩具，我家里玩具太多了。对呀，太棒了，琪琪，你真的太懂。芒果捞新闻，想看到嗯哼大王更多精彩表现的宝宝，记得锁定每周4中午12点芒果 TV 全网首播的《爸爸去哪儿5》，报道。